想到要揭开这个天宇的答案，还要来到医院，还要来医院挂号，先挂号再说，这真是太奇怪了。走走。好不容易找到线索，张天师叫我们到医院找一位复健科的李世培医师。按照规定，我们得先挂号才能与李医师碰面。虽然挂的是12号，但是漫长的等待让我们对李医师更加的好奇，到底碰面后他会不会告诉我们提示的真正意义。好期待，我们已经受不了等待了，偷看一下他的这个立体感，对，就会打折。对，基督徒是比较要讲求求证的，如果不求证的，就务实，是靠不住的。他们心动的他怎么讲？我们就是一个像长盒子一样，对。当然，我们做这样子一个造型的话，因为他作为一个，他在讲那语言，好像平常我们是在玩的 ，black and blue 的人，有没有？听不懂，应该没有听懂。这个很简单，在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包装盒啊。两个人一起看吗？可以啊，三个人看也没关系啊。我们刚刚从那门缝啊，偷偷看到，就有病人进来看病。可是他不是问你病情，他就是你们讲的话很奇怪。对，有听到那种听不懂的语言，那是天语啊。干了嘛？干嘛？说什么？一个人，我来干什么？把他干住。这是天语啊。对呀、啊，你听都听不懂吗？听不懂。哎呦，你们不是天上来的吗？当然听不懂。那你懂不懂？我也不懂啊。要查字典、啊。可是你讲出来，你怎么会不懂？我在学他们讲话，完了以后还要查字典呢、啊。李医师所说的天语，经由他们的查证，是用唐朝时传到日本的古汉语字典来加以翻译。李医师不但能听到神传达给他的讯息，传递神的旨意，而护士们更是常常借由李医师的预言，获得很多的启示。起先就是说我有血，刀光血光之刀光之影了、啊，血光之灾了、啊，就是这种意思了、啊。后来我就不相信，我说奇怪，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哈、啊？我说不可能嘛，结果果然不出了一个多月以后就。我去妇科检查，就是说我有妇科方面的毛病，就去真的去开刀了，那个是拿了一个小的肌瘤出来，所以我自从那次以后就很佩服这个李医师，反而更信任他了。我们可不可以学到天语？我们可不可以学到？每个人都可以学到，每个人都学不到，因为你执着，你每个人都可以学，可都学不到。你不执着都学得到，你只要执着你自己的语言。很简单，你做梦也是学的，你是讲中国话的，你做梦也讲中国话，你是讲英文的，你做梦也讲英文，你是被这个所学的东西蒙蔽嘛？全世界几千种语言呢，对吧？但是你知道人有几种吗？人有千百种。哪里只有两种，一公一母了。医师知道天语的吗？那你一定知道这个我们的提示了。今天讲，你懂不懂这什么意思？这个要查字典哦。查字典。对啊，这叫荷马基路萨。荷马基路萨，这个查字典。那人家说是日本，其实不是日本。字典有这样的字典。有字典啊，不过这个要晚上查才比较好。晚上查？对。分早晚查的。不是啦，现在看病没时间查了。要到晚上有6-7个人帮忙查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如果去找李医师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解开这个谜题了。晚上大家去哪里找你啊？在正宗书画社罗斯福路。正宗书画社，在罗斯福路上。好迫不及待哦！还要等到晚上，因为李医师现在很忙，他还有很多病人要看。对。你刚刚不是说你想听我们唱歌？不是你想，其实是我们想唱歌给你听的、都好，都可以啊。好吧，那我们送一首歌送你。你一定很熟悉。你要有那个。要有爱心。不是，你要有动作，有感觉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先。那没问题，我给你们配合。好，预备开始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光照亮了我。
你们好可爱哦。谢谢。我们真的很迫不及待晚上跟你见面。好好好，要去查那个字典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大家晚上见喽。好，晚上见，晚上见。好好好。你是晚上说的天语啊，还有那个字典啊，什么什么，哎呦，什么意思呢？对对对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是，就是这里啊、哦。对对对，正宗书画社，对。哇，哎，我这边还有一个比较旧的残版。对，这个残版的正宗书画社。你是你写的吗？没有，我老爸借了来写的。啊，你老爸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这里了。对对对对。那这算不算前程副业啊？不算，这个没接到灵感才成功接。哦，应该算慈善部的慈善事业。对。哎，这里。民国40年代，台北市慈善单事业做的最多的就是正宗书画社。那个时候市政府都委托正宗书画社做慈善事业。没有。哇！这个他们在静坐，他们在静坐，静坐是不要打扰的。这种静坐方法啊，是先天静坐法。这个手心并拢放在膝盖上，头脑不要观想，也不要运气。不要运气，对，可是如果睡着怎么办？你闭上眼睛才睡着，我们所以也不能闭眼，哦，不能完全闭，留一线，留一线看鼻子，留一线看着鼻子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那个意思就是把自己的意念收起来。啊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所以那个神像哈，都不是闭眼睛的神像，都是下垂的，叫做垂帘。你们看神像哈，都是往垂帘。所谓先天静坐法。是一种提高灵性的方法。李医师说，他就是因为修炼这种先天静坐法，才能产生灵感，进而接收到神灵的预言。纵使天赋独厚，若不借由这种静坐方式，也无法得到灵感。我们刚刚进来，我们吓一跳，因为呢，一眼望去哦，不是字就是画，而且都很特别，比如说像。身后这个，这是你画的吗？我老爸啊，我祖父也会画，也是借灵感画。我们那画册里头借灵感画、灵感。请问你老爸是画家吗？博士也是医生，外科内科医生。好，我也是外科内科医生，都现在才做复健科医生。完全传承下来，所以遗传基因。可是他为什么会画？这是气，这是借灵感，气功画画，气功对不对？对。我觉得跟你有点像，对，我刚刚有点，而且他的眼神，等一下我们对照一下，对，来，真的很像，把眼镜拿掉，哦，他手，他的手，手，扇子，扇子，这是扇子，这不是扇子，这样，就是感觉很开，真的好像哦，好像。正宗书画社里的所有字画，都是由李医师和他的祖父、父亲三人皆灵感而画的。神为了传达旨意，让完全没学过画画的他们，借着他们的手。透过书画来告知，这就是所谓的神机笔录。在墙上，我们发现与提示相同的符号，一朵莲花。我想，它一定能为我们解开这天语的谜题。到底这张天语代表什么意思？赶快来问问他。啊，这么厚一本字典，原来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讲那个字典，只有一本吗？字典哦，他查错了，查错了吗？你看这里讲，这里没有啊。后麻鸡对不对？后麻鸡，后麻鸡在这里。他说这是临时的，临时的得到的，比方讲东西啊，什么证明啊，临时的。我中午不是解释给你们听吗？你们临时在写，对不对？临时要写这个东西，就临时给你们写一句。哇，原来制作单位请李医师所写的这句天语是临时之意，借由神佛的解释，虽然并没有特别的意思，不过在冥冥当中指引我们找到李医师。我相信一定有他特别的旨意。听说李医师能借由开画预言你的前世今生，为了证明李医师的灵感，当然要请他来为我们开画。在开画之前，我们竟然发现桌上有芭蜡当贡品。据我们所知，比如说像拜拜啊，是不能用芭蜡拜拜。谁叫那是人家的迷信传说。心诚则灵。对啊，心诚则灵。是人家讲的、啊。那请问你吃不吃芭蜡吗？我吃啊。对啊，人吃的东西。就代表是老天生下来养众生的，你听懂吗？我们回谢老天一下，难道不可以吗？
所以你意思说，其实芭拉也可以拿当然可以啊，我知道你说为什么芭拉说不能共生，因为吃下去拉肚子，拉出来它就跑出来又长，那就是生命不是人造的，没有可妙的妙处就在那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说我还不知道，你一说我就知道为什么。哎，恍然大悟，真的真的。可是你有没搞懂啊？嗯，谁在悟啊？谁在悟？谁在说话？谁在说？我在说话、啊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你在为你说话，你在为你看东西，你在为你呼吸，你在为你听，那个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谁？对呀、啊，那是你的灵魂呐、啊！你的灵魂在用你的嘴巴，你的灵魂在用你的眼睛，你的灵魂在用你的耳朵。终于要正式开化了，我们发现惯用右手的李医师竟然是用左手开化。他说，因为我们的左手比较少用，右脑比较纯洁。因此神要借由右脑用左手来传达旨意。请问你是在写字？对呀、啊、世事有缘怎么看不懂，世事有缘他怎么会看不懂哦，这中国字，哎，我也前世今生都有缘，因为你是写这样的、啊、等一下，所以我为什么要画两个世子？是指一般解释夫妻，我觉得好像是指我跟他、欸、哦，那也 可是等一下，因为我的感觉，因为你意思你刚刚写是你是这样写的，可是你的字是这样看的，对啊，所以我刚看不懂啊。他在这边啊，这个手借给他这样用啊。你有请问有发现？他刚这样写我看不懂。他能发现才奇怪。我这样看我才知道字是这样看。对呀、啊。等一下。你要借给他是不是？不是啦，我因为我不知道有人在后面，我问，然后你又说有一个人站在这边。哎呦，我觉得那个处处不是处处就是。暗藏着玄机，没玄机，他是在帮忙拿纸的，对吧、哦？对不起，他不是故意吓你的。那你要出生啊，我看一下。他已经出生了。哦，我爱。对呀、啊。名字是什么字啊？这个叫世界的世，不像世华银行，它不一个符号吗、哦？这就代表符号。济、嗯、公和他叫做济世圣佛，他、嗯、是济世的。因为济公下降，所以呢，他、哎、他用这个符号济公的名字告诉我们，这是济公。卡鲁埃西。要不要查字典，对不对？阿梅一记，对，当那等会要查字典。阿梅，请。波鲁，高 A。啊，我现在好紧张哦，因为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当然不知道，我要知道都是我在创造，那怎么行啊？不行不行。李医师每开完一张画后，正中书画社里的义工就会将画拿去对照字典，将天语翻译出来。等全部的人都开完画后，再进一步加以解释。法官，来来来，哎，这个猫都塞了，哎，个猫都塞了，哎，个猫都塞了，一个教室，哎，都猫都塞了。啊，你在讲？你看吧，你看讲了你又听不懂。对呀、啊，可是你应该记得没有？哎，都妈都塞了，讲的你也不知道，你还说了讲就有人来了，还请吧，讲的你也听不懂，那不是白讲吗？对不对？可是好好听哦，好好听啊！一个螺丝，两把螺丝干不住。他这样跟我讲，我觉得有点恐怖。开玩笑，我觉得他这样跟我讲，我觉得有点恐怖哎。你会不会讲？你会讲就讲。那不客气，我不累不累，不累不累，干脆。干嘛下面动我？还可以对起话来。你看看，世界上的人要用智慧来度他，做依靠。还有一个要真正的悟得懂世界上的路。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啊，你们说要用天就这样讲啊。你们活在人世上，什么靠的是什么东西？靠的是智慧。你们在人上走的路，要走什么样的路？真正觉悟的路。刚才讲的就是这个，你们说为什么不讲话？讲话就讲这个了。那你知道刚刚那个是谁说？是吕洞宾说的还是济公说的？你说这一句啊，这一句应该是吕洞宾。吕洞宾说的。济公后在画这个，他没讲这个。啊，嗯、所以可以这样子，好几当然了、啊，所以我们说今天在开画的过程当中，李医师向我们说明，他所接受到的灵感是来自于不同的神明，而他可以同时听到好几个神明给他的旨意。而在等待李医师帮我开画的同时，我们并没有跟李医师提到景文想要问的是他的婚姻，不知结果到底会是如何。世事有缘，
说你啊，这是你吗？对啊。说你前世也有缘，这世也有缘，世世都有缘。跟谁的缘？跟他的缘啊。哦。对吧？这个总是好的吧？啊。我要开个玩笑啊、哦。你前世可能是个猎人。难怪我主持的《勇闯美丽岛》，好喜欢每天打猎，他好喜欢打猎，是真的吗？打猎。哦，对啊，前世是个猎人，一天到晚打猎。怪不得精神那么好，我前世是个猎人呢、哦。每一次你都很像，不只是猎人，还是野人。我终于知道，我不怪你了，原来你是野人哦，他精神。哦，对了哦，我前世是个猎人，原来他前世。野人说你后面有一个护法，哎，你没事，不是有人讲过吗？曾经有人跟他讲过，应该有啊。所以他这个灵感里头一直要冒出来讲话，这都是有道理的。神呐、啊，你放心，不会泄露天机。你有没有男朋友？你自己知道啊。我要问的是我的婚姻呐、啊。那不，我刚才讲的那叫夫妻，我在那里就讲过了。是。世事前世今生，这个事我在那里就讲了，这叫夫妻。怎么会没缘呢？当然有缘呢。你现在还不要提。你得记得发给大家，赶快跟我求婚吧。哦，可是我觉得林师傅讲得很准。看到电视里的人吗？对，如果你有看到的话，那很多人来，很多人看到怎么办？那选择嘛，你选择哦。挖掘，我再来问你。你挖掘看哪一个好？我再来问你。好，在经过李医师的解释之后，虽然我不确定自己的前世是否真是一个猎人，但他在开化的过程中直接回答我心中的疑问，却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。我们并不是鼓励大家迷信，而是希望大家找回自我，不要因为外面物质的影响而迷失了原来具备的灵性。